我怎么听妈说你好像找了一个呀？妈说的。好，妈也就是那么一说。你知道她一天到晚一惊一乍的，还说我跟郭芳怎么地了。妈说我找谁了呀？没说，她就说她看出点蛛丝马迹了。还蛛丝马迹？那我妈都能破案了。咱俩也别让妈再猜了啊！我要找了呢，我就跟你说一声。我也不是不找，就是暂时没遇着合适的。你肯定也是暂时没遇着合适的，这往后肯定能遇得到。对啊，以后我碰上了，我也告诉你。啊，菜都点好了，等你半天了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没想干什么呀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动，这是我前妻。对，没错，你做你的，我是他前妻。不是，哎，我说咱们俩现在不是两口子了，我不能走哪儿你跟哪儿吧？对啊，我承认啊，但我是你前老婆吧，这点你得承认。你能不承认吗？不，对对对，我承认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翻篇了。那翻篇了，它也是历史啊，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谁让你这辈子前边有我这么一笔呢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是真理吧？冠军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哎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冠军，我想你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咱们俩不是夫妻了。可我还爱着你啊，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。徐龙啊，我告诉你，咱们俩不是夫妻了，前妻就是前妻。我要再跟你偷鸡摸狗的，我冠军成什么人了？那你跟别人偷鸡摸狗就行啊。对啊，我单身呢，跟别人那不叫偷鸡摸狗。除了你，除了我，哦，对，除了你，你的生活里除不了我。我是谁？我是洋洋的妈。我问你，你想洋洋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门儿清。你不就嫌他进过监狱吗？那怎么了？他是你亲爹，你骨子里流的血一半是他给的。这改得了吗？再说了，好多事情你不了解。当初那么多人追你妈，你妈就看上了你爸，这说明你爸还是很优秀的。现在他不小心摔了跟头，证明他运气不好，但我相信他肯定能爬起来，往后肯定会越来越好。我都后悔了，早知道三年那么快就过去了，我等他多好啊！我应该听你姥姥的，守妇道，熬几年寒窑。你不要小小年纪，只认钱不认人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你不用来看我，等我出去咱们再见。外边天蓝。弟弟想你，这我想象得到。我现在表现好着呢，上个星期又减了两个月刑了，元旦前就能回家了，就能见到妮可了。妮可现在好吗？跟照片上变化大吗？你不让她来看我，她没生气吧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来看你，我没告诉妮可。哎，那个。我见着妮可本人比照片上好看多了。那个妮可在外边挺好的。啊，老婆，安心改造，没几天了，啊，熬出来了，熬出来就能见着妮可了。好。
说说你现在怎么样？我好啊。外边好，机会多，好人多。反正你不出去你不知道，出去你就知道好。有什么需要再来啊？哎，慢走。哥，你这大半天跑哪儿去了？你把我一个人搁这儿。坐那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我看老虎去了。你去看老虎怎么不带着我呀？别去了，你一去老虎心就乱了，又不好好改造了。我跟你说，妮可，老虎在里边表现特别好，真的表现特别好。我这次一看见他，比我往次去看他多好。减刑了，减了俩月。特别是一提到你，那脸笑的成朵花了都。问你，说你在外边怎么样？是不是还那么好看？还没让人欺负？老虎心里就惦记你呢，你就是他每天想的事儿。妮可，好好在这干啊！半年，再有半年就回来了。这半年一挺不就过去了吗？好不好？哎，哟，捡钱呢？哎，路窄呀，娟儿。最近怎么不露面了？也不叫你上我那儿去，哪儿发财了？没发什么财，小门脸不值得一提。哦，用我帮忙吗？你可千万别客气。不用了，原来刚出来那会儿我还想着来着，现在不敢想了，怕给你添麻烦。您可千万甭客气。那祝你生意兴隆。生意是肯定兴隆，涛子。我还惦着有句话得跟你说一说。我看着今天大太阳的青天白日，把这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说，我还惦记着有一天，原来是我的公司，后来被你霸占了，我得收回来。说什么？听清楚了，青天白日的，我惦记着有一天把公司得收回来。哎呀，蚂蚁吃大象，嘴不大，胃不大，胆儿可不小。时间长了，慢慢吃呗。怎么开车的你？有钱了不起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等一下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刘小姐，我不是小姐，姑娘，对不住，那个哪儿给您弄脏了，我给您赔。用不着了。我是真认识到我错了，我真愿意给您赔，诚心诚意的。不用你赔了，以后开车注意点就行了。是是是是，那个那衣服还得赔。反正这城里边您看得上眼的地儿，您说一句。你真想赔啊？那我的衣服可贵了。妮可小姐，这衣裳呢，我也赔了，三套赔一套，心够长的了吧？饭呢，也请了。您还想怎么惩罚我？算了吧，
饶了你了。别介啊，就这么饶了我，这也太轻了。这样吧，我呢给您留一电话，不管什么时候您只要想起来了，觉得自个儿还是亏，您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接着赔，成吗？我不会找你的。你就给我留个电话也不成吗？哎，你看看啊，这满大街这么多人，哎，偏偏咱们俩撞上了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？咱可千万不能糟蹋了这份缘分，不是？缘分啊，咱俩可没有。怎么没有啊？啊，留个电话就害怕了。有人看着。看我的人在牢里。牢里？那有警察看着，更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再有两年就出来了。两年？我的天哪，700多天。哎，你这么大一美人，干等着一个深牢大狱的人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罪过，全世界男人的罪过啊。你这么漂亮的一朵大牡丹花开给红绿灯看，不成，我还得赔，我得替全世界的男人向你赔罪。你千万别推脱，我当仁不让了。我来来来来来，哥，刚才有人要 U 型灯管，咱没了，要不你去进点。哦，是吗？那个旧 U 型灯管没了。啊，那行，我去登记城进点。要是晚了我就不回来了啊。哦。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关门，那个拉闸，听见没有？啊。嗯。把门锁上啊。哦。喂，哦，你呀，我上班呢。哎，我说你烦不烦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上班呢。你们辖区的香港酒楼有人喝多了闹事儿，请你们过去处理一下。是哪个香港餐厅啊？知春路上的那一家。啊，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哎，陈继军，快，你们的活。啊，来了，走。都什么人呢？几点了还喝？哎，就咱们警察没醉没睡，等着睡了的梦游三亿整。醉了的借酒撒疯，忙啊！花园路派出所，你们辖区的莱欧灯具店发生火灾，请你们速派民警赶赴现场，与消防人员配合，保护现场，维持秩序。警察亮，来来，我们忙。回事啊，这怎么就着火了呢？问我啊？啊，我还正想问你呢，你这怎么搞的你？啊，我嘱咐过你没有？我嘱咐过你没有？小心防火。上车吧，跟我回派出所，听没有？啊，你怎么就着火了呢？这大半夜的，谁还给你打电话？还真有人盯着你啊！喂，
啊？哎，哎，好好，哎，我马上就来啊，哎。谁啊？我得走了，我一哥们儿灯具店着火了，我得去趟派出所。啊？你自己慢慢吃吧啊。着了。再好好想想，门锁了没有？锁了。灯呢？关了吗？全关了吧。关还是没关？关了，肯定关了。闸呢？拉了没有？好像拉了。到底拉了还是没拉？拉了。哎，你问够没有啊？你问了这么长时间，你问的我颠三倒四的。哎，你别颠三倒四啊，你好好想想。哎，他怎么就着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就？哎，这119给回话了，初步结论说是电线短路造成的。短路？你这电线怎么接的你？我肯定是正常接的，我自己的电我能奔着着火接吗？好了吧，可以走了吧？怎么走啊？坐着。事儿还没说清楚呢。走吧。哎，婵君，在外头等我一会儿。你的店损失了多少我不管，我也不想问了。但是银行贷款你明天必须取款。哎，姑奶奶，警察同志，我的店都没了，你让我拿什么还贷款？你给我一喘息机会行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听清楚了啊，那我就得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，我就没房子住了。我的店着火跟你的房子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你以为我那银行贷款怎么办下来的？我一片警，你以为我怎么给你办的贷款？押房子？就你住那套房子？啊？你怎么这么愣啊你啊？怎么着你也不能押房子？是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，你干什么你也不能押房子？你看我以为你用的还是关系呢。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对我怎么这么舍得？我拿你当人，我想给你个机会，我想看着你东山再起。可是你算什么东西呀？你珍惜了吗？你一天到晚的干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挣点钱你就嘚瑟泡妞，这我都不管，那是你自由。可是你干嘛让他着火了呀？你这么多年，我这管片上从来没着过火，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儿，就是因为你。这一把火把我一年的努力都给泡汤了，这叫事故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管怎么着，银行贷款必须还。我不会让你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的。那你怎么还啊？你这月还有钱吗？我说了你可能都不信，真的没了，一分钱都没了。这老天爷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就跟长了眼睛似的，专门盯着我，专门跟我过不去，连个喘息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单辈儿让我倒霉。倒霉的是我。这姓管的着一把火，你得搬家。你等等，我这有点糊涂了。怎么就走那么近？我说你这什么话呀？什么叫那么近呢？我这不就是想帮人一忙吗？怎么了？你这帮
你这忙帮的有点大吧？再怎么近，那也没你跟郭芳近呢。这话不好听啊。你说话好听。我这就不是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吗？你哪儿那么多风言风语啊你？啊，你这会儿知道找我商量了？那借他钱时候怎么不知道找我商量呢？啊，你那是押房子，你就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？跟我离了，商量不着了是吧？那钱是你的，房子是你的，你跟我商量不着了是吧？我早知道跟你商量成这样，我就不找你了。我是真想不明白啊！你说他跟那姓管的，也就是做做思想工作，这怎么搞的？他能把房子给人押上？你说他是一警察，啊，想做好事，帮一个人的忙，免得他沉沦堕落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你说没事，你跟押什么房子呀？他们俩哪有那么亲近？你在乎了？我在乎什么了？你在乎胡小玲和管军走得多近啊？一个女人能把家底儿都押给一个男人，不是小事儿。不是小事儿，多大的事儿啊？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他们俩往一块儿一站，根本就不搭调。哎，不是男女那么回事。可我真的是不明白，你说这胡小玲她脑子里是想什么呢？怎么就能把房子给压上了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是不想管，当初我们离婚的时候钱都给了她了，现在每个月除了庆庆那补贴还有这房租，我那工资根本就不剩多少了，这替他们还银行贷款肯定是不够，但我不能眼瞅着他们让人从房子里赶出来了，这搞什么搞？这不行，我怎么能拿你钱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分得这么清楚？借给你的，不就是救个急吗？你这房子也得还贷款。我去趟单位了，啊！妮可，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不请哥上你这小窝看看？那可不行，咱俩还没到那份上。哎，你就当我是一司机。这给你开了半天车，累了，喝口水成吗？好好，不上就不上。哎呀，你们这女人啊，难缠。难缠你才缠啊，不难缠你早跑了。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什么呀？你这都成了精了都。哎，妮可，我忘了问你了，上次你们那灯具店着火那事儿怎么样了？嗨，着了呗，能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关心呀？我哪关心了？我才不关心呢，我是关心你，宝贝儿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。啊，那成，那哥先走了。拜拜。好，等我电话啊。哥，等谁呢？没等谁。那怎么了你？我正准备出去呢。哎哥，嗯，咱店里怎么样了？别问了。哎，还有钱吗？啊？钱，烧没了都让你。头儿，你给钱一子，让会计借我点钱。
出什么事儿了？急这么一脑门子汗。家里出事儿了。家？你哪个家呀？什么哪个家？我就一个家呀。你那家不是散伙了吗？怎么着又和了？没有，您就赶快签字儿，我这都快急死了。得得得。给你点点吧。还点什么呀？你怎么闹都借上钱了？按理说你不至于啊，不是自个儿用吧？得，我也不问你了。哎姐，我得给你提个醒啊，千万别把钱借给那不着调的，弄不好就拿不回来了啊。那个回头给你写一借条啊。哎，那个，找胡小玲，我也找他。着火的事儿吧？着火那事儿跟我没关系，可房子的事儿我不能不管。哎哎哎，别，这里头没你事儿啊。真没你事儿，这个月钱借着了，下个月也没问题。反正我肯定会每个月按时还这贷款。行了，还是用这个。我这每个月有工资，好歹算是有保障。只要他按月还就行，用不着你的钱。不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从那个楼里搬出来。另外。江金平，我自己捅的楼，我自己担着。这里头真没你事儿，拿回去。我知道你对我挺失望。其实我自己对自己。也挺失望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忙着呢。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就这么两个字。咱们是大会讲，小会讲，就是硬也硬在脑子里了吗？这是咱们的工作，咱们的责任，不能保一方平安，要咱们警察干什么？莱欧灯具店着火，管片民警胡小玲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片警的工作繁杂，你脑子里的每根弦都应该绷着，防患于未然。一个灯具店开业不到两个月就没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工作没做到家。店主没想到的，你应该想到，应该提醒，提醒，提醒，再提醒，防患于未然。这件事儿要对胡小玲同志提出严厉的批评，其他同志要引以为戒。可，高兴点儿。高兴不起来。还为着火那事儿？那又不是你的店。要是我的店就好了。
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你可别拿不值钱的东西糊弄我啊！要是不值钱，我顺手就扔出去了。成啊，我也跟着跳下去。打开看。真的假的呀？假的我就没经过手。真好看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告诉过你，我丈夫可在监狱里呢，他可是个醋坛子啊，而且他现在让一个刚出来的人看着我呢，你不害怕？管军儿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管军儿？我不认识，我打听到了，我监狱里边也有朋友。算了，妮可，我呀就喜欢刺激。就是说，小玲把房子当给银行了，是不是？您这么说也行。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这不是着急呢吗？建平啊，那你可不许走啊！万一哪天银行把房收回去，你让我们娘儿仨睡大马路去？我这不也正想着。想辙，想什么辙呀？车辙吧。建平，甭管怎么说，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啊，跟小玲再没感情，也不能在她受难的时候撒手不管啊。更别说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们俩从小一块都是长大，又一块过了那么多年。一千个不冲，一万个不冲，有一个你得冲，冲你儿子。那可是你们俩生的，才15岁，你不能让他流落街头吧？妈，也没那么严重。哎呦，你说这小玲怎么会把房押给人家了呢？那姓管的，他跟姓管的有什么关系？那怎么也得有个说头啊。我这不问您呢吗？你问我哪知道？你得问小玲啊。您不天天盯他梢呢吗？那您盯什么了您？盯事儿，我盯得住吗？哎呦，不是，他跟那姓管的好了。哎呦妈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那他们俩是哪跟哪儿啊？嗯，我就说嘛，想想都吓死我。妈，我得走了。走？你哪能走啊？我能让你走吗？你得给我一说法。小玲在路上摔了这么一大跟头，你不扶她一把可不行。我没说不管吧，这事儿我肯定得管。这只要按时呢把银行的钱给还上，这房就能保得住。这事儿您就甭操心。房保住了，人呢？什么人？我说的是小玲，你给我这揣着明白使糊涂啊！建平啊，你老跟那孤儿寡母的住一块儿，它不是一回事儿。搬回来吧，啊！要是一时半会儿搬回来不好意思呢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
啊，对，那姓管的不是走了吗？你就先搬回平房去，啊，过渡一下，搭个桥，再回来，就是门槛卖门槛，就坡下驴的事儿。妈，您看您说的都什么呀？你这还装糊涂啊？你呀，跟他好好的给我复婚，听见没有？回来了。哟，小玲儿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这正着呢。你们俩啊，都给我听明白了，啊，好好的日子过着过着，忽悠一下子闹了一回离婚，赶了一回时髦。现在得了，闹也闹了，时髦也赶得差不多了，离婚有什么好啊？你们觉得绝活出离婚好了吗？这日子跟日子呀，没有多大区别。就是一天一天的变老，能盼着老少平安，没灾没病，熬到白头，那就是老天爷赏脸嘞。别闹腾了，明儿早上起来就复婚去，啊！哎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报纸上可全登了，现在最时髦的是复婚。愣着干什么呀？给句话。什么都不为，为庆庆也行吧，啊，妈，你别说，建明，你表个态。小刘，妈那意思是。是说你现在不是遇到难处了吗？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！你别为这么点事儿做什么决定。房子这事儿说到大，说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那每月的贷款，想什么办法都能还。再说那管军不是说了吗？他会想办法还的。不是，你还提那管军干什么？那管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的小姑奶奶啊，他跟我没关系。可是谁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儿啊！建明，你不用同情我，你也别为了这一同情做什么决定，长不了。谁让你说这个了？妈，我回去了。别走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你说这。你就不能跟男的说句软话吗？妈，就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建平就不可能复婚。哎，江哥，哎，我回来了，下班了呀？啊，怎么你这是走啊？啊。哎，所里批评胡小玲了，你是回来安慰她的吧？这次她本来有希望晋升警长的，这下好了。便宜大老刘了，不用竞争，直接上岗了。是吗？啊。哎，江哥，其实玲姐对明玉挺在乎的，这你也了解，没事多安慰安慰她吧。是。你们也多安慰安慰她。我们？啊。哦，对，对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没事多说她两句吧。啊，那我走了，江哥。哎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哎。爸，您这是要走啊，还是刚回来呀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？我在同学家写作业来着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好好照顾照顾你妈，啊。我妈病了？没有。没病，她用得着我照顾吗？你妈一天工作这么累，你也是一大小伙子，别一天到晚老在外边晃，也该学会照顾人了。这您放心，您走了，我妈真要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不能跟您似的，留肩膀。这小子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留过肩膀？您跟我妈结婚，
人到中年的又分开，这还不叫溜肩膀？女人啊，到这岁数就不好嫁了。我妈真能找个特别好的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我妈要找不到比您更好的，爸，我可不溜肩膀，我得找您去。你哪儿学的一套一套啊？没大没小的了？什么没大没小的？这叫多年父子成兄弟。放心去爱。